表演，可是却能像神打开我的心。是从内心唱出来，是唱给神听，是跟神说说，是还不神。当赞美的旋律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是却很香。因为你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你成为我生命的帮助，你丰丰富富的加添给我。当我失意，当我快乐的时候，你都在我身边。是的，当赞美旋律响起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能够再一次全然向神敞开，再一次向神说神啊，我在这里。是的，父神，你的身影如春雨沐浴我心，你的喜乐在我心中穿流不息。让我用我的嘴，让我用我的心，唱出赞美的音符，唱出向你献上赞美的敬拜。我们一起来唱《全然》。向神赞美不停。
上主，信靠他，他会帮助你。到这个时候，我们透过音乐，我们向神全然敞开，我们向神祷告。我想在你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难处，还是有许许多的喜乐。当我们喜乐的时候，我们献上感谢；当我们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学习交托，我们学习依靠。在这个考试的季节，不管是为了学校的事情，还是为了尽孝气短宣队员的事情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学习依靠，我们学习信靠耶和华。我们相信，当我们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必成全我们，照他的旨意成全我们。让我们这个时候向神来敞开，我们跟神讲，神啊，我在这里。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不全然喜乐，不全然忧伤。当我遇到顺境的时候，我先向你献上赞美。学习以你信实为粮，以你的喜乐为乐，让我默然依靠你，让我默然依靠你，让我耐心等候你，让我耐心等候你，将我心里所求告诉你，你当照你的旨意赐给我，让我全然交托你，让我全然信靠你，你将必成全。最后我们